进入，带你穿越奇幻世界的嬉戏谷，勇者大冲关。江苏省广播总台石秋影视基地，这里是江苏卫视大型户外水上竞技真人秀节目《嬉戏谷勇者大冲关》，常州嬉戏谷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本节目是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赞助播出，柔光自拍旗舰新品 vivo X1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哦！烈日当头，无水不欢。如果你已经准备就绪的话，就赶紧来挑战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勇者乐园。最主要的是有海量奖品等着你。是的呢，我们要以下几种报名方式来供您选择，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25960388-3号键，或者呢是来到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广场北门接待室进行现场报名。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络独家平台www.喜优TV.com 进行网络在线报名。现在在看电视的朋友，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那报名结束之后，依然可以登录喜优直播平台看网络直播，赢取丰厚大奖。是的，你还可以登录到荔枝网或者是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的独家花絮。同时呢，欢迎登录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了解节目的相关新闻。是的，今天呢，全新一天的比赛啊，总分最高的那个队伍，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获得价值260元的常州嬉戏谷的电子门票一张。哇！到底鹿死谁手呢？我们一会儿就来见分晓了。嬉戏谷勇者大冲关，带你穿越奇幻世界。嬉戏谷勇者大冲关，精彩稍后继续。嬉戏谷勇者大冲关，精彩继续。本届没有常州嬉戏谷独家冠名播出，常州嬉戏谷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是的，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疯狂赛道比拼的时刻了。那疯狂赛道上呢，男女生共有5道关卡、如果你在某一关落水的话，没关系，我们有3次机会可以回到前一关继续闯关。可以根据我们最后完成的关卡得到相应奖品。是的，不过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是在终极阶梯掉下去的话，无论你前面还剩多少次机会，不好意思，都将直接被淘汰呀。这么可惜，残酷的比赛的规则啊！今天来到我们疯狂赛道挑战的各位，他们实力不容小觑，都是在常规赛道有着出色表现的各位。是的，都是一个个颜值高、身材好，而且他们还做着一个特殊的职业，知道什么职业？海秤员。我知道，我知道。上一次这些海秤员啊，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普通赛道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今天听说是他们把团队里面其余的小伙伴们集结在了一起，组团共同来挑战我们的疯狂赛道。当然还要强调的是，获胜队伍的每一位都可以获得价值260元的常州嬉戏谷的电子门票，同时闯关最快的男生和女生都可以获得 vivo 智能手机一部了。没错，好的，赶紧请出我们第一组的第一位，有请。哇哦，颜值高，体魄强，海秤员呐，我们站在他们身边，我们个人就觉得特别有底气。你不会晕船吗？站在旁边，就是我们不会比他黑。你看，你们好聪明啊！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谭志涛，然后来自辽宁，东北的。东北的，小唐是吧？我想问一下，你怎么这么黑呀？我天生就这么黑。你不是在海里生活，就不会接触太多阳光？那不是美人鱼。好了，有没有信心？好。嬉戏谷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3, 2, 1, go！ 来了，加油，出发吧！好，加油！哇，小心，扶起身体哦，扶起身体哦，扶起身体哦！迫不及待想到水中去啊！无缝衔接的来到了第二关哦，小海豹一样的姿势啊！这位选手真的棒棒的啊！好的，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这一关一定要强调一下啊，找一个右上角的一个对角线，直接往上冲啊，身体起跑的时候可以稍微往左边一点，在我们的平台上加油。现在已经第二次来上我们的赛道，注意脚下会更滑了，冲啊冲啊，往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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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浪费一次机会啦，非常的遗憾啊。现在3次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
不知道今天他们的排兵布阵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一定要注意了，身体往右倾斜，向右倾斜，往右，往右，好的，好大意，好大意，好大意呀，好可惜啊，太遗憾了，最后就差那么一小步就可以登上安全平台了。虽然说我们第一位男选手没有过关，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边的过关的一个技巧啊，身体往右倾斜，然后呢往右边的对角线直直的出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通过的。加油啊，我相信今天这场比拼啊，也是我们今天救生员大哥们最为清闲的一场。海参员嘛，你一定要会游泳，掉下去不用救他们，他们游得比谁都好看。对，下面赶紧有请出女生的第一位。哇哦，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好美啊，欢迎娇羞，您好，果然是颜值高身材好啊。我叫安飞檀，来自甘肃陇南。来自于天南地北啊，你知道陇南被称为是陇上小江南，是不是特别风，人都离得特别近，风景特别的漂亮，欢迎大家以后都到我们陇南去玩。广告做起来了，这个你到底是导游还是海参员？请问一下，我是我们星梦游轮的前台接待，欢迎大家到我们星梦游轮来玩。做了一个自己家乡的广告，还做了自己游轮的广告，好棒啊，待会儿去那边交一下钱好不好？为什么这个在一个内陆城市生活的人会去选择海参这个行业？海参的话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玩，然后圆我的世界梦。明白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游泳，好吧，今天也是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夏天玩水的快乐好不好？但是特别害怕，楼下救生员准备好救我了吗？什么，你不会游泳啊？那你应该向对面的高台喊一下，高台主持人等着我。也不会游泳，不会游泳的吗？游泳，但是我们游轮很安全的，游轮很安全，所以不需要你会游泳。来，请准备吧，来来来，上赛道啊。西西谷勇者大声关，倾听口令。3, 2, 1, go！ 女生的第一位现在已经出发了。看人呢，在下面。我刚才只是眨了一下眼睛，他就不见了。怪不得他从一开始啊，就像我们的救生员呼救的。救生员大哥笑得好开心呢，牙齿白白的，牙口白。哇，好的啊，来到了第二关的起点啊。第一关落水没有关系，可以从第二关的起点就开始跑啊。没错，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赛道上的第二关呢，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旋转的五个环，穿越五环，所以你在跑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贴着右边走。贴着右边走，右边，右边，对对对，这是右啊。他可能下水了。好的，好的，第二次不要停，第二次不要停，第二次不要停。哎呀，跑得慢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跑得有点慢啊。好了，我们这位选手呢，最后一次登上我们赛道，不知道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冲上去啊？好的，来了。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哦，吃一堑长一智嘛，所以我们要向右边走。千万一旦选择开始起跑，不要停，不要停，对，跑快，身姿很优雅，快，跑得快点。可惜啊，很遗憾，伴随着他的落水啊，男女生第一位出战的都已经有点铩羽而归的意思了。这什么回事？来，有请，有请，两个人被愣住了。来来来，欢迎。出来秀了一下恩爱哦。你们是同事，然后又是情侣吗？对啊。办公室恋情？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是在同一艘轮船上工作吗？对。对啊，我们马上要在同一艘船上工作，马上，所以是这个应该叫风雨同舟，就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个词语是形容他们的。对对对对对。领导知道你们在一起了吗？有一些吧，有一些领导，有一些领导知道。今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好了，来介绍一下你们二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安辉，我来自山东青岛，今年22岁。欢迎你。大家好，我叫徐一哲啊，我来自杭州，20岁。二位就是在游轮上认识吗？培训认识的。培训认识的，你觉得这个你的男朋友哪一点最吸引你？打篮球。打篮球。哎呀，对，我们两个都是篮球运动员。我是打那个半职业篮球的，他是校队的。既然一起来到赛道上，我们作为男人要有一点男人的担当，帅哥先来，好不好？加油，请上赛道。张安辉啊，马上要开始挑战了，来，作为女朋友给他加加油。
小张加油！小张加油！小张，你不要说宝贝加油吗？小张同志，看你的喽！机器鼓勇者大声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西西湖勇者大冲关，精彩稍后继续。西西湖勇者大冲关，精彩继续。Three, two, one, go！好的，接下来了，收腿。小张是以前打半职业篮球的，所以这个运动细胞应该是特别的发达。好的，注意，迅速跑过了第一关，已经获得了港荣蒸蛋糕提供的蛋糕礼盒，恭喜！注意，重心往右，重心往右，哎呀，炸呀！哎呦，哎呀，炸呀！哎呦，哎呀，炸呀！哎呦，可惜啊，小碎步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腾挪过来。你为什么一直笑啊？好笑。好笑，因为他觉得他男朋友好可爱。是啊，其实最后呢，我觉得刚刚不如大步流星拼一把，向前一跃，有可能就过了。对啊，扑上去啊。对，虽然落水，但是还有两次机会啊。是的，现在已经第二次来到我们赛道上，看看他的表现如何。要注意了，你的脚会比较的滑啊，尽量的对，抖一抖。注意啊，重心往右，整个身体往右偏。往右，往右，往右，哎呀，往右，哎呀，往右，哎呀，第一个气球那儿稍稍躲了一下，对的，还是降不过脚下的湿滑。是，哎，你觉得男朋友出在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这样，一看这她就是贤妻良母型。好了，最后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好，来自于青岛的这位，加油，加油，哎呦，加油，哎呦，加油，哎呦，可惜啊。机会了，行吧，那我建议他暂时都可以不用从水里出来。哦，为什么？有可能一会儿女朋友落水的时候，他可以当一把救生员。我觉得他可以去高台等女朋友啊，那也行啊，哎，是个很好的方法。加油加油！我希望这样吧。希望这样子啊，好吧。好，我们来看看加油！杭州的妹子啊，是的，她的闯关表现。西西湖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我摆到的很厉害，哇，果然都是来自于一个团队的啊。对，这女生跳水的姿势和这个时间段都差不多。是在后台商量好的吗？说，你要不要后面去培训一下？哎，男朋友来了，你看男朋友来了，现在男朋友就是救生员，因为男朋友不能看到别的救生员搂他的女朋友。是啊，是不是？就来立马手牵过去了。他说他自己是青岛的嘛，所以很容易救些女朋友啊。对啊，水性很好哈。哇哦！现在来到我们的穿越五环，哇，还整理一下发型。那是，他的男朋友小张也在水中。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关，穿越五环，沿着右边跑，右边跑啊。对对对。哎，抱稳了，抱稳了，有机会哦。哎呦，他在上面，身不由己的笑了起来，怎么办？松手，松手，松手！哎呀，怎么办？然后一声惨叫，下去了。但是他玩得非常的开心，哎，他好嗨啊他。好的，他说啊，还要再来一次啊，我男朋友已经上岸了，准备不救他了。看来他是要通关了。对呀，只剩最后一次闯关的机会。注意你的右手边，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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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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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耶！哎，你知道男朋友为什么走开吗？就是相信他。哎，人呢？哎，怎么回事？哎，这是在哪里掉下去？他真的不走寻常路哎。为什么？我们一转身他就掉下去了。对，我们刚走回来，没有在我们的悬崖边看他。但是他在我们的赛道上玩得非常的开心，享受就好。点一花海枯，请留一片。欢迎。哇，颜值很高，很可爱，顽皮小子。哎呦，完了，我感觉成毅哥哥遇到对手，这位好像比你还猛哦。介绍一下自己，我现在都年纪大了。我是米尔扎提，名字最长的米尔扎提万里。是新疆朋友是吗？米尔扎提万里来自于新疆。我来自新疆，我们就喊你米尔扎提就好了。叫小米啊，原来你是做手机的。哎，小米是这样的，之前好多来自于新疆的朋友啊，特别是女生跳舞跳得非常好，男生也是能歌善舞的吗？对，哎，来喽，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好不好？说来就来，来
什么样？哎，黄土路翻地怎么流？哎，叔叔骑我，叔叔。哎呀，好棒哎，算的，上来就来。是是是，今天想冲到第几关？尽我的全力，能冲就全部冲关。好好的，来，请上赛道。西西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好了，小米出发了，这是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三位选手。哇，乘风破浪的感觉真好、啊。收腿，好样的。哎，又回来了。对，你看，那这个。收腿，收腿！啊，现在是个好时机，可以放手了。哎呀，哇！不要接触他，不要接触他。转起来了，这是表演杂技吗？要引体向上了吗？哇，他又踩了一下。哎，可以松手了。他就是不松手，松手，趴下，趴下来，趴下来。好，有点害怕。鞋子掉了，哎，赶紧，赶紧再趴，哎，赶紧再提，哎，再转身，转身，哎，他真的好可爱啊！跳下去，好样的。好，来到第二关，身体重心往右，往右前方跑，往右，往右，哎哎，往右，往右，往右，第一位选手太右了一点点啊，过犹不及啊。好的，还不错啊，至少跑掉了我们这个独木桥的大半段啊。好的，现在再次回到我们第二关的起点处。好，这位选手已经第二次登上我们赛道，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冲过第二关。冲吧，往右，往右，往右，哎，往右，哎，往右，哎呀！刚才不小心被我们气球给绊了一下，哎，太遗憾了啊！真的好像把那个气球给踩爆啊！好，现在米尔加迪万里还有最后的一次挑战机会啊！是的，能不能把握住就要看他的表现了。注意重心，往右。来了，往右，往右，哎，有戏，哎，有戏，哎，有戏，有戏，哎呦，脚打滑了，这都是因为刚刚掉水，脚上有水。来，有请下一位，欢迎。哇，这一位一看信心满满啊，像一位运动健将一般，来，中间请。哇，现场响起了响，哇，好棒的声音啊，停不下来了这个声音啊。是对我们这位选手这么期待吗？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梁桂林，来自广东。广东现在也是一名海乘员。对，我是海上乘务员。哦，比如说现在客人有些惊慌逃惊慌失措，你会怎么办？这个我们有学过专业的安全知识。对，会骂他们吗？你跑什么跑？真的不要跑，跑什么？哎，也不是这样，别还文静的，等一下，熄火，熄火。不是，好了好了，桂林请上赛道，加油加油加油！西西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加油！我现在祈求是千万不要第一关落水。哎，不会不会，桂林的体格还是很棒的。哎，没有没有，不错不错，很好，表现很出色嘛。无感哦。好的，现在依次，哎呀，很稳健通过我们的第二关。好的，还有最后的两个转圈。天哪！哎，这边停一下。好的，耶！桂林，你稍在那边停一下，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个蓝色的部分的第三个抽屉，它会打开，所以我们要扶住第四个阶梯。好的，踩上去。聪明。漂亮。超级厉害，是，我觉得我们的桂林啊真是一脸的淡定啊，而且闯起关来也是干净利落脆。好，第三关也就是我们的跨栏大战，通过第二关，桂林也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奖品。好，通过第二关呢已经获得了喜多多椰果王大礼包一份，以及宝华山门票四张，还有喜欢就在一起跟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哦。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选手啊实力真的是蛮强的？对，所以来到赛道上穿什么衣服啊，我觉得也是成功了一半。哎，还有最后一个跨栏，一共克服了九个跨栏。哇，第四关了，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原来真的还有人可以闯上来。我以为今天我们俩真的就已经可以回家了。对，不用怀疑，不用怀疑。知道吗，我一直在怀疑说为什么闯不上来、啊、是因为他们学海乘、哦、他们大海上这个船老是飘来飘去。在第三个上面稳定一下，然后第四个的时候就要一直往前冲，不要停，前冲不要停，前冲不要停。哎呀，
还没有说完啊，你要注意前后的两个 S 型的摆锤。其实你今天已经成功了，因为你已经闯过了第二关。对，好，还是一样啊，前面两个没化妆的时候只要注意第一个 S1 就可以了，第一点。第三个上下摆动的，在那个上面休息一会儿。对，再调整时机。小心啊，一会儿等绿色经过你头顶的时候就准备开始跑了。来，开始，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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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能使劲吗？好像有点难。哎哎哎，落水了。对，好，还有一次。嗯，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可以把握刚刚的时机呢，真的非常非常好。对，但是他就是在麦没化妆的时候速度慢了一点，相信已经熟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没化妆了，只要轻松度过。好的，顺利到达我们第三个没化妆，可以的，好的。快快快快跑，加油，快，再快一点，快，再快一点，快，再快一点。哎呀，很遗憾啊，没想到慧玲到达第四关还没有冲完，已经是我们第一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最好的一个成绩了。是的，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但是我们没有盼到她来到高台。说实话，我们两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空有一肚子的闯关技巧没有办法去施展。我该告诉谁呢？太遗憾了，我们只能互相交流。但是必须要告诉接下来登场的选手，今天只要你登上高台都可以获得全智能最时尚超安全的新日电动车一部，赶紧冲上来。是的，那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以下几种报名方式。首先你可以拨打电话02596088转三号线，或者是到达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北大门进行现场报名啊。那您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独家网络平台www.xiyou.tv.com 进行网络报名，或者呢是现在在看电视的朋友，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那完成报名之后依然登录我们的喜游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赢取丰厚大奖。同时您现在还可以搜索下载每日瑜伽 APP， 跟随全球专业教练制定的瑜伽练习计划，拉伸形体和提升柔韧性，祝你成功闯关。是的，我们的赛道期待更多的勇士前来挑战，当然我们两位现在也期待下一位登上高台的是谁呢？来，有请。本节目由常州戏剧谷独家冠名播出，常州戏剧谷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本节目是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赞助播出，柔光自拍旗舰新品 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哦。选手们只要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就可以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蛋糕礼盒，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若是您成功通过了第二关，就可以获得由喜多多椰果王提供的礼包一份，夏天水上运动之后就喝很 Q 很清润的喜多多椰果王。当然你还可以获得宝华山的门票4张，宝华山千华古村您身边的香格里拉，以及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是的，成功通过第三关就可获得由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激水。即日起百度或天猫搜索点亮水立方，赢澳币抵现金，换购自然堂顺价产品，和自然堂一起支持中国跳水队，点亮中国夺冠路。是的，接下来通过了第四关呢，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奖品，成功通过第五关就可以获得新日电动车一辆，新日电动车开启智能电动新时代哦。是的，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以最快的速度冲上高台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 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虽然目前还是0-0啊，但是从最后一位桂林的表现来看，我们的选手们已经渐入佳境了。接下来我们的山水就甲天下了。是的，接二连三冲上高台。下面有请第二组第一位。哇哦，又是一对情侣，欢迎！我的天哪！哇，这一上来感觉已经消耗了一半的体力了。你知道，我看到他们俩的衣服，然后还抱着上来，我就想到一个，快到我的碗里来。你才到碗里去，对不对？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叫段桂林，来自山东威海。大家好，我来自山东威海，我叫于亚楠。来自一个地方，同样的城市啊。这个也是因为培训认识的吗？我俩认识的，我俩在一起能有快5年了吧？对。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个暂定吧。哎，这样子，是男朋友在闯关之前，我们请女朋友给他多一些鼓励，好吗？抱一抱。哎，我来抱一抱就算了，抱一抱。好的，我们要看一些更加轻移的动作。我要亲一个吧。亲一下，亲一下。哎呀，你看看看，现在充满了无尽的动力吧？是啊。加油，来。西西湖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3, 2, 1, GO！ 带着爱的力量，收腿，好样的，好厉害，好厉害！小心，好，可以落脚了，漂亮，趴下来，对对对对，好的，哎，往前往前，好的，现在你不用担心，他打不到你。好，起身跳，来到了第二关，非常的顺利。是平时男朋友的运动能力怎么样啊？挺好的，挺好的，也很爱运动。啊，对。平时在一起经常跑跑步、打打球，对，都是你们的爱，对，都是你们的爱，对，都是你们的爱。哎呀，好可惜啊！哎呦，没关系，还有两次机会可以使用。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实力是和运气要并重的。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第二关了，互相加个油。你看两个人四目相对。小林哥加油！哟，他是你的小林哥呀。小林哥，哦，记住心中要有一个斜线。哎呀！还是一哈落水，不过没有关系，还有一次机会啊！一定要加油，小林哥！如果你冲上高台的话，待会儿你的女朋友也会冲上去再亲你一口，可以在高台上等着他哦。耶，有爱的手势哎，刚才甜蜜爆表哦！哎呀！哦，天哪！小林哥啊，已经一憾落水了啊！那接下来轮到他的女朋友，看看表现会怎么样。是看着爱人跑赛道的感受怎么样？瞬间我的心好紧张啊！心里落水之后呢？有些小小的、微微的疼，心疼。对。对吧？对。好吧，我们这样子啊，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来证明这份爱的力量是伟大的，至少能够通过第二关，好不好？好。让我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吧。加油！加油！好的。好的，西西湖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3, 2, 1, GO！ 抓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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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抓牢了，抓牢了。现在摆荡的幅度会非常的大啊，小心，一定要小心。收腿。对对对对，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接下来的这个摆锤过了之后，你就可以考虑落地。躺下来，躺下来。哎呀！躺下来。哎呀！躺下来。哎呀！我的天哪，飞了出去。是他落下的时候呢，是我们反方向的，所以没有看到后面的摆锤。男朋友非常的着急，现在已经到岸边去看了。我可以告诉你很安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的这个摆锤击打它的力量其实并不大，而且都是软的。对，但是你要想，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就会觉得好开心哦。是吗？有人打你是吗？哎，刚刚这个位置不太好。哎，中间空隙可以停顿一下，站起来。是的，小心后面哦。好，站起来，顺着他走，顺着他走。哎呀，顺着他走。哎呀，顺着他走。哎呀，不能等啊！这里不能等，一定要快速的通过，要连续迈步啊，速度一定要快。是他刚才想走一个 S 型，就是向右边走，又向左边走。男朋友都很担心啊，恨不得自己跳到水里去充当救生员的角色啊，非常焦急。是。其实，在我们的赛道上，我们经常会看见有很多的情意绵绵的事情。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顺着我们的右边走。对，要跑快一点、啊。右边，右边，右边。好啊。右边。好啊。右边。好啊。哎呀！我知道他的问题了。他一直想走 S 型，就是从右边绕，然后又想从左边绕。可是不是这样的呀。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想让她冲到顶端，但是她男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心里面想早点落水吧，她看得有点于心不忍了，懂啊，舍不得嘛。对对对，好，我们有请下面一位选手登场。有请。欢迎。哇哦，好腼腆，非常的淡定从容的一位选手。是是是。你好，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叫冯雷，来自山东淄博。雷雷，山东啊，也是一位海乘专业的朋友。对对对。啊，你觉得海乘给你带来的最大的生活的，应该叫做营养或者是精彩在哪里？
我觉得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一下不同的那个风景。我有一点就是我有一个乘船的经历啊，当时我在那个船上已经点播的就是有点想反胃想吐了，该怎么办呢？就是吐出来吧。那还能怎么办呢？吃点旁边有人我不好意思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吃点晕船药啊。跟我说一下，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坐那趟船？大部分人第一次都会晕，都会晕，习惯了就好了，习惯了就好。好的，你看吧，习惯就好。好了，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的冯磊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会闯出什么样优秀的成绩？加油，请准备。西西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很牢哦。好，注意要卷腹收腿，现在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爬下。第一关过得很平稳，第二关是关键啊。哎，目前还没有男生到达第三关吧。这第二关是一个加油加油，哎，加油加油，哎，加油加油，哎呀，好可惜啊。其实已经到了2/3的样子了啊，我就怕程一直说向右向右，人家就向右跳下水了。真的就向右了是吗？没关系，我们还有两次机会。好的，第二次机会开启。来了，爬爬爬爬爬爬爬，哎呀，爬爬爬爬爬，哎呀，哎呦，这次还真的没有向右哎。就是一失足啊，这个恨了半天呐，你看看就是那一下，脚下一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加油！好的，你看，你看，你看，哎呀！刚刚如果有这股劲儿的话，对吧？三次其中有一次，我相信一定能够登上对面的平台。是的，第三次明显他提速了，可是因为脚底打滑啊，机会已经不再等人了。好，下面有请接下来的这位女选手。剪刀手啊，很活力哦。来，欢迎。怎么称呼？介绍自己。Hello， 大家好，我叫徐小欢，来自美丽的黄山。欢迎小欢。黄山好地方、啊。小欢，你现在心情还好吗？目前你的好朋友们没有一个冲上高台的。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就带了一双鞋。一双鞋就够了呀，因为它可以直接冲上高台，然后骑上我们的新日电动车。哎，会加油。加油，好不好？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高台看到今天第一位成功登顶的选手的身影，好吗？对呀，来，希望属于你了，小欢，加油！小欢加油！西西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握紧了，握紧了，握紧了，握紧。好的，小欢不错，顺利的落地。这是一场意外，但是又是刚刚好。对。脱手的恰到好处啊，对，特别想就是给他送去一个发绳，然后把他头发扎起来。他可能现在过第二关了，哎，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对，快一点，哎呀，再快一点，哎，不错，没掉，哎，厉害啦，他有惊无险哎，居然我们的第三个圆环啊顺水推舟呢，表现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台级高手，第三个台阶它是活动的，会往外突出，一定要注意了。小欢刚刚一直在后台，小心小心哦，后场去认真的看其他选手的表演，漂亮，嗯，不错。好，第三关终于来到我们第三关，目前他可以获得由喜多多椰果王提供的礼包一份，同时还有宝华山的门票4张，以及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好，第三关跨栏大战啊，看看能不能获得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之水呢。是的，在他最低处的时候跳过去，我觉得眼看我们女生又要有一位冲到第四关了。好，轻巧，最后一个，不错，来到第四关，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是，但还是女生哎，今天也是巧了，两位高台主持人一定要好好解说这一关哦，我们嗓子都喊破了。是啊，关键是我们说了不一定我们的选手会听啊，所以在这儿呢，哎，不要这样，要最好蹦到我们的前面活动的梅花桩上，哎，对，好，赶快蹲下蹲下。接下来你看你头顶上绿色的这个球，当它再次转过你头顶，好的，快跑快跑，晚了晚了，后面的来了后面的来了后面的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知道吗？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赛道开始之前，要对我们的赛道有一个研究，是你要注意观察啊。对，实际上你不要觉得你眼前看到没有障碍，身后就安全了。嗯，加油。好的，好，前面三个还是像刚刚一样啊。好的，扶紧了。准备啊，那个绿色经过你头顶的时候，你就开始跑。跑。好的，看，好。你为什么总比我们说的要晚一点呢？这样给他一个心理节奏，好吧？我觉得他自己有自己的心理节奏。他的节奏好像有点过于慢了。我们期待一下他第三次，看看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心理节奏来调整一下，成功的通过我们第四关。好，第三次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越挫越勇啊，现在有这样的精神头，我觉得也特别的棒。这样自己观察一下。好，快快快，还是一样啊。是因为他确实是成功躲过了绿色的那个圆球，但是转杆呢他并没有躲过。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冲上高台可以获得什么呢？全智能最时尚超安全的新日电动车。没错，赶紧冲上来。对，现在呢最关键的是我们强烈的需要打破僵局啊。我们的比分依然是0-0。是的，如果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觉得你比他们要厉害，想要来到节目当中一展身手的话呢，方法非常的多啊。首先你可以拨打电话02596088转三号线，或者是来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北大门进行现场报名。是的，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独家网络报名平台www.喜游TV.com 进行网络报名，或者呢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朋友，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完成报名之后呢依然可以登录我们的喜游直播平台看网络直播，赢取丰厚大奖。是的，接下来的男生女生们请给力一点哦。对，加油。西溪谷拥着大冲关，由常州西溪谷独家冠名播出，常州西溪谷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本节目是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赞助播出，柔光自拍旗舰新品 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哦。是的，今天来挑战我们疯狂赛道的都是我们的海乘员。那目前的这个比分啊还是0-0，有点尴尬呢。是啊，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包括领队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焦急啊，特别希望有位选手能够打破僵局，会不会是下一组选手呢？没错，就是下一组了。赶紧有请男生的第一位，有请，就是他了。看好你哦，有没有？欢迎。我突然发现他的发型有点像都敏俊，哎，都教授，请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来自四川成都，我叫王毅。今天你是作为第三组第一个出战的男生，有没有对刚刚很多兄弟的表现感觉到有一些失望？还是在情理之中？情理之中吧。为什么在情理之中？因为我觉得应该那个比较难。好，你希望你能冲到第几关？冲过第二关吧。先过第二关再说，好不好？哎，来来来，一步一个脚印，有请。加油加油！赛道。西溪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好的，来了。哇，这个衣服。哎呀，这个衣服收腿，好，趴下。第一关表现不错，我觉得他说冲过第二关是不是谦虚了呀？给自己的目标先要定的实际一点啊。哦，那已经获得了港荣蒸蛋糕，蒸蛋糕了。哎呀，只踩了三步就落水了。你不能踩这个边缘处啊，你要往右边一点。好的，来自于咱们四川成都的王毅啊，一位可爱的海乘员。现在他已经第二次的登上了我们的赛道，看看这一次表现又会如何呢？咱们就独立向前跑，哎，学大师呀！哎呀，我正要说把前面想象成为红油火锅，然后好像就更不敢往前扑了。是啊，啊，最后一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平台啊，好的，哎呀。机会全部用掉了，那我们把希望安在下一位女生身上好了。好的，来有请。你好，欢迎。笑容满面，快过来吧。
你好。Hi、很自信啊，介绍一下自己。嗯，我叫古燕欣，今年21，来自河北。对刚刚自己朋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嗯，我觉得他已经尽最大努力了。那你觉得你的表现又会是如何呢？相信我，我会在登顶的第一个。好，加油！好有信心啊！来，有请古燕欣登上赛道。咱们用事实说话啊！西西湖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牢牢抓住啊！哇 ，Go！ 很好，哇，这荡得不得了啊！摆荡的有点大啊！哇，很棒！这是他一出场啊，我看他的精神面貌，我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于杰就过第二关，稍稍等待，稍稍等待，不着急。好的，虽然有些踉跄，但是他牢牢的抱住了。哇，现在离心力对他影响非常巨大，他人整个被甩了起来，但是他没有放手的意思。对，他就是不放手。好的，好的，还在转。实在不行也不要硬撑，我们把手放掉，从对，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两次机会啊。哇，也是大喊一声，好懊恼啊，不可能。好，燕欣又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赛道，被困在我们的第三个圆环上面的时候呢，丝毫都没有害怕害怕害怕。哎呀，好可惜啊，还剩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否能真的说到做到呢？先判断一下我们这个所有在旋转当中啊五个圆环它的动向，一旦跑起来之后啊，你的脚步也要注意了，适时的调整节奏啊。观察好了，已经出发。好，节奏很好。辗转腾挪之间已经啊，不要碰它，不要碰它。转过去的时候就可以顺着它走了。好的，过过过过，快一点快一点。现在开始转了，转完一圈之后，真的实力超群。是的，好不容易通过我们刚才那一关了，看到了吗？第三个会打开，你知道该如何战胜他的。很好，来到第三关。第三关呢是我们的跨栏大战啊。虽然在赛道上碰到了一些阻拦啊，但是他每次呢都是坚强的面对，而且是信心更加的足了。在第二关呢，两次落水，现在燕欣需要的是体能的储备啊。可能真的是掉了两次水之后，非常的累。很荣幸已经来到了第四关啦。是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充满了一个小小的魔咒。对。这又是一个女生，都说事不过三啊，哎，你是第三个到达这一关的女生，但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你要抓紧机会。好，跑起来，快跑起来，抓紧，趴下来，好，有希望，坚持，坚持住，我们的女生真的是太勇猛，太不容易了，你一点一点登上来。用这个间隙蹬一下，对，慢慢来。现在他该蹬了，就你试试你的左腿，看能不能给上力。他的重心慢慢的在往下移了，哎呀，太可惜了。的确，这个女生的腿很长，但是有没有发现，经过这一关的时候，好像是成也大长腿，败也大长腿。看着你就可以让我慢慢。好了，那又一次梦想的破灭，让我们感觉到现实的残酷。不知道接下来登场的这位男生是否会圆我们的梦想呢？有请，欢迎！哇，这一看就是一位运动健将，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廖，来自东北黑龙江。刚刚在后面的时候，利奥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在研究赛道。哦，有没有觉得哪一关，包括第一、第二关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最难的还是第二关那个，因为它顶上有水，底下有水，就比较滑。啊哈，那你不掉到水里面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哈哈，我们来看看利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通关表现，来，有请，加油！西西湖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张利奥开始了他的闯关之旅。收腿，好，直接往前跳。
漂亮。这一关一定要注意了，把身体往右前方倾斜。加油力！今天到目前为止男生组的最好成绩。哇塞，精彩咯。是的，接下来来到我们这样一个转盘了啊。好好好，利用新年小碎步。不过目前为止呢，男生没有一个给他示范一下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好，有机会。刚刚迈的有点惊险啊，所以你下次起跳一定要靠近我们这个转盘的边缘。好样的，不错。利奥的腿比较长，所以跨得很远啊。哇，这位选手一定是我们登顶的希望啊！终于有位男生可以拿到通关，第通过第二关的升级奖品了，恭喜他！可以获得有很 Q 很亲密的喜多多提供的礼盒，同时还有宝华山门票4张，还有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哇，这位选手厉害了，到目前为止一次机会都没有浪费。而且你知道利奥，如果用英文说就 Leo， 也是狮子座的意思，狮子座就是王者的代表，登上高顶就是王者风范。看来你对他充满信心。那是必须的，只要你通过这一关呢，就可以获得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激水了。第四关， yeah， 第四关他来喽！哇，终于有一位男生来到了第四关。哇，很难想象哦，今天的节目到现在为止才有第一个男生到达这一关。是我们终于不用看女生过没化妆了。刚刚我听到陈怡在前面喊说：“天哪，破纪录了！”我以为是到第四关，一看才到第二关。好，不错，完成很好。这一关注意哦，因为他一直旋转，不要被他转晕了。而且趁机呢就要通过我们这个旋转的风车这个空隙，绕晕了。你身体要一直面向这个风车，你怎么调整一下啊？哎，太棒了。接下来离我们的终极阶梯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且他到现在一次机会都没有。哎呀，没关系，现在继续。哎呦，真的觉得他好可怜啊，好不容易过来了啊。没办法，现在还得重新回到起点。是啊，希望你下次再过这一关的时候可以果断一点。是，有经验了嘛，再过这关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心里有底儿了，过这关啊就好过多了。来，好好好，然后这一个始终保持脸面对风车的方向。好样的，同样非常顺利啊。没错，好，站稳了，接下来没关系，终于要迎来我们第一个冲顶的了。站稳，这个台阶它是往后撤的。哎呀，掉到水中去了。不可能，不可能，什么情况？不可能，我刚想跟他说我们的台阶是往后撤的，他就掉到水里去了。不是，怎么会今天这么戏剧性呢？我想说这点怎么这么背呢？总不至于有一期节目最后没有一个人登上高台，有一种寒冬腊月的感觉，孤独的落在我们两个手中，电动车也只能我们自己开回家，这该如何是好呢？哎，你这样开电动车，哎，赶紧下一位，加油加油。欢迎，你好。你好，我发现后面上来的男生和女生内心都有一些小小的紧张，你还好吗？我不紧张。但在赛道上，有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女选手通过第二关的时候，都会伸手去抱那个圆环。我希望你一定要克服这个，对，好不好？不行就把手插在裤兜里，哎，这样就过去了，好不好？出发之前认识一下你。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博真公司，我叫梁燕。梁燕，下面看你的了，加油，梁燕，来。七七谷勇者大成关。请听口令。3, 2, 1, go！ 哇，够猛啊！这个摆动的幅度很大。腿收起来，注意收腿，收腿。哎，漂亮，不错。往前扑，往前扑。好，到达我们的第二关，穿越五环。好，继续走，不要停，走。好。不要停，走，继续扶，不要扶，继续走，不要停。好，漂亮，对对对。其实我刚才在他出发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对我的选手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玩得开心，冲得快乐。对。好了，希望他能够登上高台。
目前呢，他可以获得由喜多多椰果王提供的礼包一份，同时呢，还有我们宝华山门票四张，以及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五三军。建议你跨左脚，跨左脚会更省劲一些，还是跨右脚？好的。哎呦，其实有点像斗牛的感觉了。回来，回来。站起来。好的。我们只需要有一点点耐心，跟九根跨栏啊进行抗争。最后的一个栏架，好的，恭喜。又一个女生来到第四关了。来了，精灵梅花桩。让我们再次见证一下女生的风采了。是，今天第四位来到第四关的女生。第三个梅花桩的时候要小心她上下摆动，所以你要站稳了，很好。过了，准备走。好，你跑跑快跑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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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刚刚打了这个摆锤打到你之后呢，如果你能够抱紧前面的也可以。刚刚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的。接下来只要把速度再次加快，跟上了，我相信这一关就可以顺利通过了。非常期待他通过第四关到达我们的终极阶梯。加油加油加油！拿出背水一战的勇气，先看上来，对，好的，好，绿色球马上就来，准备一个起跑的姿态。好的，加油，有点晚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在这一关啊，真的速度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起跑的时间点在第二次还是没有把握好。此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比他还要紧张，因为今天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登上高台。对，其实对他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但是真的有很多事情，一切都在冥冥当中注定了。接下来他的第三次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好，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就差哇，你已经是最棒的一个了。我们后台的所有的选手顿时欢呼了起来，都跪同了，好像他已经冲上高台一样。梁燕，你接下来每一步登上高台的这一步啊，你记住一定要用尽你最大的能量去迈，因为我们的这个阶梯啊是往里面缩的。目前你这个扶贫的位置可以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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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冲啊，快快快，加油，快快快快，不要想了，快快，好了，成功了。送给你，接下来必须要隆重的恭喜你获得全智能最时尚超安全的新日电动车。哇，我觉得此时应该是有雷鸣般的掌声了。快快快，呱唧呱唧，太不容易了。哎，梁燕，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冲到我们的高台来？啊，有想过。哎，对自己是还蛮有信心的。是，你看了好多期，看了很多期，认真的做了分析。说实话，今天在闯关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为了捏一把汗，一直运用到最后一次机会。在整个过程，你觉得哪里是最难的？就是那个梅花桩吧。我想问问你啊，刚刚你在闯关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指挥？听到，有听到。你觉得管用吗？管用的，一定要快，不要犹豫，就是一定要往前冲。找准时机，对不对？对对，说得真好。我们的赛道叫做勇者大冲关，我们的冲关为所有的勇者准备，只要你够胆勇敢地冲向高台。选手冲上高台了，这个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特别的兴奋和开心啊！我感觉有一种这个本季节目结束的那个冲关王诞生的感觉。感谢各位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的感觉，明年再见，是吧？来，后面还有选手等得很着急啊！哇哦，来了！哇哦，春
唱得非常的健美，怎么称呼？我叫黄彩虹，来自湖北，今年22岁。你看他上来的手势都这样。好、啊，也是海员。标准呢？对对对对，我是 F&B， 就是餐饮部那边负责美食的。好了，今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已经冲上高台了，是，而且她们在后台已经很熟络啊，有没有信心和我们的这个燕姐一样，像小燕子一样飞上我们的高台？有信心，我相信我可以通得过。好的，给了我队长信心。伴着燕姐的步伐，我们在高台等你，来，加油，请你登上我们的赛道，加油。第七步，勇者大神官，请听口令，非常的聪明啊。有没有觉得他每一道，哎呀，哦，厉害了，跳水也是毫不犹豫啊，信念感极强。其实啊，他刚刚这样一个落水的姿势啊，叫做垂摆式的启动。好在我们直接从第二关开始了。是的。来，我们要向右边。漂亮漂亮，继续冲。哎，躲过了。居然找到了一个障碍。顺着走，他还有一次机会耶，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现在马上要出发了，第二关，哎呀，太可惜了。虽然是这位女生遗憾落水了，但是呢，不得不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组呢，算是里程碑式的一组。哎，是的，但是我们以为可以再接再厉，再次有一个人冲上高台。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第四组了，好不好？是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想来到我们的勇者大冲关挑战我们的赛道，方法非常的多种多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596088转三号线，或者是来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北大门进行现场报名。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络独家报名平台3w.cotv.com 进行网络在线报名，或者现在在看电视的朋友，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发现，选择摇电视，报名完成之后呢，登录喜佑直播平台观看直播，赢取丰厚大奖。好的，本节目由长洲戏剧股独家冠名播出，长洲戏剧股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是的，本节目是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赞助播出，柔光自拍旗舰新品 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哦。选手们只要成功通过了第一关，就可以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蛋糕礼盒，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如果您成功通过了第二关，就可以获得由喜多多椰果王提供的礼包一份，夏天水上运动之后就要喝很 Q 很清润的喜多多椰果王。当然还有我们的宝华山门票四张，宝华山千华古村您身边的香格里拉，以及喜欢就要在一起的盼盼在一起乳酸菌。没错，成功通过第三关，即可获得由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激水，即日起百度或天猫搜索点亮水立方银澳币抵现金换购自然堂正价产品，和自然堂一起支持中国跳水队，点亮中国夺冠路。是的，接下来成功通过了第四关，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奖品。成功通过第五关啊，登上我们的终极阶梯，到达高台的话，就可以获得新日电动车一辆。新日电动车，开启智能电动新时代哦。是的，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你最快速度冲上高台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我们的手机就是你的啦。现在女生的手机已经名花有主了哦，啊，梁燕已经登上高台，拿到电动车和手机了。嗯哼。怎么样，希望还是存在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有后面的选手。来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来啦。哇，终于迎来我们第四组的第一位呀。是，你就是我们的远方。哎，他的脚步显得稍稍的有一些沉重了，好慢，平时就是一个慢性子。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周可林，来自江西南昌。小周平时走路都很慢吗？不不不，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因为我朋友都在这里倒下了，怎么为他们报仇？不求第一，就求第二了，反正也要上去。那第二个登上高台的也可以啊，对不对？好吧，来，有请，请上赛道。进入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好，可以慢慢的揭晓冠军。屁股一滑，立刻出发。轻轻的，我来了。他是一个很有运动智商的朋友啊，是的，知道自己最后可能抓不牢，于是直接放手了，边冲边思考。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来，加油！
一二三四，三四三四，哦，不好意思，没关系，还有两次机会，一定要加油。回到赛道之后，我们来看看他如何面对第二关啊。目标锁定前面高台，前面高台，前面高台。哎呀，还是太滑了，第一步就没有踩稳。好，第三次勇敢地站在了我们的第二关，一、二、三，加油！哎呀，好可惜呀、啊！我们这位选手在第二关同样的掉了下去。有请下一位女生登场。有请，欢迎你，欢迎，欢迎来到我们中间。你好，怎么称呼？黄小，我叫黄小荣，来自山东淄博。小荣平时爱运动吗？还可以吧。看你这个健硕的身材啊，对，很有比例，很好啊。对呀、啊，你知道吗？我看他的肤色，还有他身材的匀称度，还有他这套装备，我就觉得信心满满，一定可以冲上高台的。哎，你越说他越没底了，为什么？感觉有点心虚的样子。希望我能撑过去，加油，加油，小柔，加油。西西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好，收腿，哦，漂亮，大量，大量，非常的顺畅。哦，还好还好，在赛道上还不算太酷，直接用手摸到了我们的第二关起点。啊，身材好没有办法啊，来看一看，好样的，注意了，往你的右手边走，走过去不要停，继续继续，一定看到了很多的别停别停，继续，好样的，节奏很棒的，厉害啊。哇，这位选手啊，用时非常快，不到一分钟，仅仅42秒。你知道吗？越到后来，我们的选手通关的状态越好，因为他们之前已经看到很多人通过之前的那些关卡，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好，来到了第三关了，跨栏大战。第三关对他来说应该易如反掌啊，现在因为腿长。对。你如果通关速度快的话，还可以争夺一下我们今天为女生队和男生队每一队的通关最快队员所提供的 vivo 智能手机的奖励，特别适合女孩子啊，因为它可以自拍，而且登上高台之后有我们这样一个星日智能电动车，哇，可以骑着回家。好的，现在已经通过了第三关，来到第四关梅花桩了，精灵梅花桩，加雪粉丝汤，目前已经获得了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激水了。好饿啊。是，加油。好的，接下来好，接下来就是关键时刻到了啊！稍等，好跑，很好，时机非常好啊！快跑，快跑，快跑！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女生绝对是我见过这么多以来时机最好的一个。是，没错。但是脚底打滑，这一点没有办法。希望她下一次千万要把握好同样的时机。下次一定要稳，脚底要稳。加油，期待第二位登上我们的终极阶梯，加油。好，好，希望你这次可以跟刚刚用一样的时机和方法。他刚才时机真的找得很准，太好了，刚刚那个啊，所以就按照你刚才的那个经验来好吗？先上来准备着，小心。好的，准备跑了，快跑，好，哎呀，来不及，快快快，哎呀，就差那么一块。实际上你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低的重心会比较好，而且还有起跑的时候一定要快，不要犹豫，他刚刚其实稍微犹豫了一下，对，哎呀，一秒钟都不可以啊，这个就叫失之毫厘，对，差一千里啊，加油加油，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相信你可以把握，因为现在你离我们的终极阶梯的高台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加油，好样的，走，快快快快快，加油加油，还有一步，好好，天哪，太棒了，紧接着在你上我们的终极阶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来，好，加油，往上冲，速度很快，加油，快快快快，这
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相信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落水，一次又一次挑战之后呢，身体的这个体力已经完全被耗尽了，实在是跟不上了。不过他也是很优秀的，让我们看见了希望。第四组才刚刚开始，我们男生女生们期待比分被改写，加油加油，欢迎。哇，这一看啊就非常的有劲，好瘦啊，哇，这样子体格啊，这样的像这位先生这样的体格最适合做船员。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邓伟，我来自湖北。你多少斤啊？100多斤。100多斤。我想问一下，你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运动？不是很爱运动。不是很爱运动，但是很适合坐船。那如果船上都是100多斤的人，你看50个船员加在一起，省油啊。它重量轻嘛。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要省油，我们要有力气，然后一直跑到第五关，好吗？要加油。好的。好嘞，邓先生，请上赛道。加油，加油，加油。七七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3, 2, 1, GO。好，各方面机能准备好，就冲吧！往右，往右，往右，就差那么一个阳步，肚子再大一点就好了。好的，快了，快了啊！离通关很快了，邓先生。好，感应一下，刚刚离我们第二关的半程终点的平台已经很近了啊！好，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哎呀，在下刚刚那一脚，右脚有点滑，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服装、勇气、技巧缺一不可。好，还是给大家留点时间，找一找属于自己的那个节奏和方法。来了，哎呀。一声枪响，并不是谁开了这一枪啊，这个是落水的枪声啊，好遗憾啊，很遗憾啊。随着我们邓先生的落水，男生又损失了一员悍将。不过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女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来有请接下来的女选手登场，欢迎她。你好。你好。这位选手啊，真不容易，在后面看到太多选手的落水，以及她好姐妹的登上高台。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姚伟，今年30岁，来自南京丽水。姚女士坚持锻炼多长时间了？平时锻炼比较少。坚持锻炼从今天开始啊。好吧，跑一跑我们的赛道，感受一下运动给你带来的正能量，请上赛道。加油。七七谷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握紧咯，握紧咯。就是如果是手这样子的话，一会儿落地的话就要注意了。对，哎，对，哎，对，哎呀！所以说啊，如果是两只手都采用这样反手抓的话，你落地的角度会很难掌控的。所以说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应该是不可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要么正手，要么正反手，千万不能双反。对，姚女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赛道的第二关。好的，好的，好的。你看第二关不需要解说，很好，很好，节奏不错，哎，不错，哎，不错。哎呀，就在刚刚这一跃，似乎失去了正确的跨越方向。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机会。好的，哎呀，好的，哎呀，好的，哎呀，刚刚启动这下，完全估量错了启动的时机。是的，很可惜拿不到我们的最终的大奖了。好，我们还有今天的最后两位选手，先有请男生登场，欢迎他。这位选手，我感觉终于等到了他呀。我跟你说，有可能你就是你们队长期盼了500年期盼来的选手哦。500年吗？何止啊！队长是猴子还是他是猴子？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鹏，来自山西省临汾市，今年20岁。王鹏，目前的形势你也看到了啊，女生有一位登上高台了，目前男生呢一位都没有。我们也不要诱惑你，反正你登上高台，新锐电动车还有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全是你的。对，好，好不好？好不好？来，加油，加油，好。
西西湖勇者大声关，请听口令。3, 2, 1, go！西西湖勇者大冲关精彩稍后继续，西西湖勇者大冲关精彩继续。西西湖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男生最后的希望来了，是可以缓缓地荡过去。加油，网鹏，漂亮，哇，这个份儿就是冲顶的份儿啊。好的，第二关我们来看看旋转乾坤啊，注意好掌握节奏啊。哎呀你，哎呀你，哎呀你，选择起跑的时机并不对，你要注意啊，在起跑的时候你那个红球刚好运动到我们这个独木桥的上端的时候，它刚好卡在脚下啊。好了，王鹏第二次来到我们赛道，希望他有不错的表现，希望他能够登顶成功，鼓起勇气往前冲。哎呀哎呀哎呀，还是有点滑，这一看就是脚滑了啊，没关系，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把握住了。王鹏加油，不要有心理包袱，冲吧，来来来了，哎呀，还是看到障碍物稍稍的犹豫和闪躲了一下，非常可惜啊。今天呢，男生队最后的比分啊已经锁定在零，下面女生队是否能改写成二呢？就要看最后一位了，是全场还剩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你好，最后蜡笔小新登场了，欢迎，这边请。怎么样，现在心情还比较平静平静吗？平静平。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刘秀萌，今年21岁，来自山西运。你刚刚说你习惯了，为什么呀？看他们有经验了。刚刚呢，我们看到啊，目前呢，男生的这个局面已定了啊，就零分，保持1-0，还是说你要把它变成2-0？嗯，争取2-0。好的。我觉得不要逞强，1-0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秀萌真的是非常老实啊，太萌了、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能够登上高台，好不好？我们有新日电动车在等着你，加油了，为自己而战哦。西西湖勇者大冲关，请听口令，轻轻的荡过去，出发吧。好的，轻轻的，我来。哎，手，我感觉手已经快扒不住，手已经快扒不住了。你看呐，他这个手啊，从完全的抓住食物，慢慢，哎呀，就感觉到松开，在空中就要松开了。刚好与我们的百雀来了一个亲密接触。是的。接下来我们站好之后，一定要往你的右手边看，不着急。好，不要停了，就不要停了，出发就不停。哎，秀萌的节奏掌握得很好，哎，继续往前，好错，不错哦。好的，好的，快就过。好的，好的，第二关顺利通过了，完美。这也是一位登顶的希望啊。非常的遗憾，在第三关的一开始还是没有能够敌得过我们来回抽动的台阶，要珍惜机会了哦。好的，刚才在我们的第三关的一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失误，一定要记住，第三关蓝色的阶梯呢，第三个会打开。先不要着急啊，对，这是个机会，快过，哎，不要等他啊。小心，你的现在已经落水了，身上有点滑。而我们的这个跨栏平台呢，它是倾斜的，通过这一关的话，你就可以获得由自然堂独家提供的15周年限量版的冰激水了。女生是肯定可以拿到260元的西西湖的门票了。接下来其实自己通过的关卡越多的话，拿走的奖品也越多。然后最后一根，哇，来到第四关了。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会不会带给我们奇迹呢？是啊，我现在真的也非常的期待，小心脏扑通扑通一直跳个不停啊，很紧张，是不是觉得是对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是不是觉得疯狂赛道非常有魅力？是的。
好，接下来绿色的经过头顶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往前冲。哎呀，跑跑跑，小心头顶，头顶，头顶，哎呀！好，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虽然冲关的人数不多，但是呢，我们追求的并不是冲关的人数，而是冲关的体验。是最后女生队以1-0获胜，恭喜！所以女生队可以获得西西湖价值260元的电子门票了。虽然男生没有通关成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所有男生女生的表现非常的棒，是的，棒棒的。当然，我们这一位唯一冲上高台的女将呢，她还将获得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一起来合影吧！哇！本节目由常州西西谷独家冠名播出，常州西西谷带你穿越奇幻世界。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常州西西谷 vivo 智能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是的，如果你有勇气来到我们这座全球最大的勇者乐园，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报名。首先你可以拨打电话025-96088转3号线，或者是来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北大门进行现场报名。好的，明天周五常州西西谷勇者大冲关，带你穿越奇幻世界，明天见，西西谷勇者大冲关精彩稍后继续，西西谷勇者大冲关精彩继续。Hey everybody， 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在这个夏天全心起航，挫折算什么？这是充满奇迹的舞台，海水淋湿的赛场，拼尽全力也要勇敢向前闯。冲冲冲，至少还有梦，满载力量趁现在迎着风，青春正能量，年轻来释放，奇幻世界等着你去闯。